为主图谋大事，抢救百万灵魂，是正道在建校以来所持守的精神。我们以灵命、学术、侍奉、生活的办学原则，正道具备完整的神学教育系统，设立了哲学博士、教牧学博士、道学硕士、神学硕士和基督教研究硕士科。为了适应新时期教会牧养和事工的需要，还增设了家庭事工硕士和跨文化研究硕士科。正道不仅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提供基督教研究证书科，并透过 LTI 正道培育中心来帮助弟兄姐妹代职完成神学装备，提升侍奉果效，成为众教会的祝福。在2009年，更设立了芝加哥校区，拓展在中西部的神学教育事工。正道的师资阵容强大，有16位在牧养、侍奉、教学上经验丰富的专任教授，还有许多资深的牧者、学者担任客座老师。教授们采用新颖生动的教学法，透过现场或网络平台提供高品质的神学教育课程，并先后得到 ATS 美加神学协会、 WASC 美国西区大学院校协会和 ATA 亚洲神学协会的认证，成为在北美唯一获得3重认证的华人神学院。正道很注重学生的生活，学生宿舍为同学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，同学们住在一起，在主内像是一个大家庭，大家一起聚会、敬拜、灵修、祷告，有了难处也彼此帮助。随着学校的师资逐渐完备，校舍不断完善，学生也逐渐增多。30多年以来，正道培育了超过700名毕业生，分布在世界各大洲，从事教会牧养、跨文化宣教、神学教育等领域，得到世界各地教会和福音机构广泛的认可，正道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。在2019年，正道领受新的意向，塑造神国使命仆人，转化全球基督教会。正道将继续以美国南加州艾满地的校园为基地，透过传统的、网络的、混合的教学模式，装备成全在世界各地的学生，使他们无论是在教会、家庭、职场或各地的宣教工厂，都能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人、教导人，使所有听闻福音的人在基督耶稣里得到完全。邀请你加入正道大家庭，接受神学装备，也邀请你以祷告奉献的方式参与正道的发展。求主借着正道成全关乎你的使命和呼召。